真的啦。我还以为我竟然 build 一波 build 断片了。干话不行，我觉得是干话。是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不要理他，我们看看。是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红灯，我干话讲那么多，但这次是真的。绿灯亮起来，红灯亮下来，亮下来了，叮。左手举起来，绿灯亮起来，双手。小雨，八点六啊，小雨 ，Hello， 耶 ，Tommy， 全新八点六。你们怎么都剩在？真的是全新八点六。他作为全新的八点六登场了吗？他不见了。对，他不见了。他被攻击了。他被攻击了。村庄被攻击了。他在买块村庄。我的买块村庄被攻击了，等我一下。你的巅峰没有全面进化。你的巅峰三呢？你要去。你的巅峰三呢？他的团啊，还有。台有才有。我台还没开啊，等一下。该做了啦，该做了，该到哪里啦？该到一期了啦，还想开一期呀？还想开一期？不想开了，不想开了，开错了，想不开了。妹子，妹子，不要想不开。妹子露米，我以为你们从背后看，以为是他带着礼物箱。你那是鼻子还是圣诞老人？你是鼻子还是？哦，是鼻子哦，不是嘴巴哦。换一下，这是鼻子。你在拿什么啊？圣诞哦！啊，那个啊，我以为那是嘴巴，塞塞到箱子里面啦。鼻子就是我的鼻子哦。还是有盒子包装的部分，还要运送，还是这样。哇！要说清楚，不然很猎奇哦哟。不然什么？不然什么？箱子里有颗头颅。我的天哪！直接进化成接福棒。接福棒，那是晚上不睡觉的人，晚上不睡觉的人真的里面。那根是什么？好长。这根是什么？我在这，我在这。这根啊！好的。努米的装扮很，迪叔叫的好开心哦，迪叔乖乖。没事没事。迪叔都很奇怪，迪叔很奇怪啊，迪叔都喜欢偷偷看人家。哦。好，开告，诬告，诬告。哎呦，告起来了，告了。我们都为什么？为什么要攻击我的买块村庄？买块圣诞节，圣诞节，圣诞节，耶！圣诞节，圣诞节，圣诞快乐！是不是要送大家西瓜？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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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翘翘，来给大家西瓜！不要吃西瓜哦，耶！那今天没有特别更新，我们就直接随机分队嗨起来。好，好。好啊，好耶！要特别一点啊，今天就只能挖矿啊，只能当矿工或淘金者。哎呦，哎呦，哦，能转职业，可以啊，好像不错，不能转职哦，不能转职业哦，不能转职哦。那这样要挖核心都被看光光哎。可以啊，你这样就那个绿宝石有没有都可以存起来，想要买什么就尽量买，想要送礼物给对方也可以。把它全部换成一个道歉的形状，送机缘给对方，把家里核心都变机缘。哎呀，这个超级有钱的，好不好？这一定挖的吧？啊啊！那我来随机分队，昏呐，放空呐，昏呐，昏哟！昏圣诞，淘金者也会发光吗？对。都会吧，都会都会都会，然后有全员发光的时刻了，我要买发光的，发光都省下来了，发光都省下来了，拜拜，这样还有啥东西？等他一下，去哪了？好，这去哪了吧？看到在我们开台前一分钟的时候，可以嗨起来，拉下来，拉不下来，啊，也有。回来啦！我的 WiFi 回来啦！回来，很丑哎，很丑哎，你说那个地哦，很丑哎，送货员送外送那个很丑哎，很丑哎，很丑哎，讲人家外送员很丑也太过分了吧？有点过分，他还低估说怎么这么难找啊？喂，怎么特别怪你这么晚到了？还怪啊？害我都没吃，我打到边挖边吃。对啊，等下等下，我们今天就是只有矿工或淘金者可以选，大家都挖钱。对，这样子感觉
矿工好像好一点哦，不会喷那个啊，矿物不会喷，而且还有30秒无敌，虽然它会无法挖掘。好，那我也来当矿工，就等酱油选择了。好，我选了爽，看一下哦。贵秀，很爽啊！没有啦，没有啦，啊，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吃啊。真的哦，都凉掉了，真的凉掉了，成冰了。他在外面一个小时也差不多了。天哪，还是热的要怀疑一下了。真的，那就让我们来啦，矿工厂啊，矿两掏金，走起，哥哥。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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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不记得怎么玩了。就知道去挖挖挖挖你那个铁啊，铁不在那啊，这样哦，铁在另外一边啊，你要去哪里啊？对对对，跟着发光的人走，有没有？我刚刚跟着小雨走，我刚去挖附魔台哦。对啊，他说都在哎，等一下让我挖挖。好，你有那个是不是？对对对，他掏金、啊、小雨也是掏金啊，你们干嘛啊？那没有，我刚刚想说酱油好像靠不太住啊。哎、欸哦，这倒是啊。你怎么这样讲？我再吃一口，等我一下。然后你再吃一口，你再吃一口。啊，你吃吃吃，慢吃慢吃啊。还是圣诞节期间，箱子都是圣诞箱哦。对啊，对啊，没看到这个箱子。时隔一年，大家就会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玩的。真的，一看这个影片就知道。影片可能 好久才出，你是圣诞节哦，你们的箱子为什么长那个样子？可以教一下怎么换吗？对啊，你自己改材质包也可以啊。是大家最喜欢问的。每一年都是啊，圣诞节的时候箱子都会变，大箱子会变绿色。有一年的是会送披风诶，披风吗？很久之前了吧？对，送一个披风，一下子而已就没了，没印象。多一点铁，有了，我去砍木。那时候巧克力还没有卖块的时候，太久了吧？很久哎、欸，对，那很久了，那完全没印象哎，是不是？你那时候还跟阿千借卖块啊？哦，对啊，那时候还是个穷学生，我没有买过什么游戏，久远久远以前。哇，十年前嘛，八岁的时候，超级丢脸。哦，是哦。小雨，你不是五岁吗？我记得啊，那时候你五岁啊。那我应该才三岁或一岁吧？对啊。超小，超久。我是需要做铁镐才能挖那个金什么的。是，对，你这跟歼灭战无关，这无关哦，就是卖块，是卖块基础知识哦。那是麦块的设定哦。I know， 交给我啊。You don't know。I know， 我的理解率杠杠的，大概了。杠杠的，吃你的冰凉凉晚餐呢、啊？真的是冰凉凉晚餐，超难过。真的冰凉凉哎，超难过。他在外面晃了半个小时有吧？黑单呐、啊，凉凉负评。真的应该负评，应该一颗星。哇，他还敢跟我碎碎念，我家太远了。弄爆他，自己迷路。一颗星评价。我之前有那个订过饮料，然后他是好像是走路送的，然后也是找不到路，然后等他送到的时候，他满身都是汗，然后我也就不忍苛责，然后你知道那饮料。饮料点那个扫冰，然后都完全已经凉掉了。从扫冰变成那个去变常温，常温变常温的。我可以看他满身是汗，也不忍苛责，算了算了算了。那好辛苦哦。自己再拿去冰箱冰，晚一点再喝。他说啊，没办法、啊，大家都辛苦钱嘛。我觉得这种有路痴属性的拜託別來小雨是什么？我是淘金啊！好、哦，那给你挖，给你挖。火力二，二，二。那我真的不能做外送，找不到。嗯，我一定找不到。这样你可以来挖铁啊！我在挖，我在挖金哎、欸。那你挖。
挖挖铁可以用那个我们的石镐，矿工石镐挖，反而会比较快。这个挖很快啊，但其他的不行用。我只有九个绿宝石。有人要来哦，有人要来喽！这么快？哎、欸，那个惊动了，惊动了，惊动了，惊动！哎、欸，吃东西了，吃东西了！哎、欸，他放铁了，吃东西了！什么？你那个吃东西居然是挖黄金吗？你给我去铁，你不要挖黄金。去找一个比较安逸的地方。这样你去铁矿洞，这里比较危险，你会换洞，对，换一个安全的地方吃。你在这里不能安心吃饭。好吧，平有道理。哎、欸，你知道后面怎么臭流氓啊？边吃东西。你哪一次不是？你打楼也是学猫咪在那边吃东西，有差吗？没有啊，不一样啊，那是吃零食。那你不是？他不是在一样都吃东西？吃晚餐来不都一样？都是吃。不一样，吃晚餐感觉不会被苛责，吃零食感觉会。都会。那你平常多过分了。因为你们不要怪我吃，你们要去怪那个外送员，怎么可以在外面迷路了半个小时后才打给我？我控制他们的金矿了。你控制他们金矿，太猛了吧！你是用什么控制的？我用我的肉身控制。哇，居然是一个卖肉吗？哇塞！挖金矿的，我猜应该是 BOBO 吧？没有没有，不是。迪叔？迪叔跟影月在手。哎呦！哎呦哎呦！魅力惊人哦，一次两个。想不到影月也有这番嗜好哦。嗯。杰克，青春的马太。真的是青春的吗？最青春的。不要挖，不要挖金矿就好了。哇哇哇哇！绿宝石多，不用发光，那不就是亲人的吗？对啊，就是爱心的。对啊。或者有什么弱势加成什么之类的？背水一战，背水一战一定要。然后增加那个什么赎罪。大罪恶值，罪恶值，对对对，加罪恶值，而且他没有减少，他只有增加。哦，他真的在上面待很久哎。等一下又是双方都是两分钟，有没有？那酱油很开心哎。对，他可以吃两分钟，你在热气球上吃东西耶。他现在就在吃了，挺好的。哎，不是啊。呛到了啦！完了完了完了！讲话，别边吃边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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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心吃，专心吃，专心吃，赶快吃完哈！吃完等下再讲。不是专心直播了，专心吃，专心专心吃，专心吃。可以视讯吃吃台。ASN 啊，挖矿台。吃起来，吃起来！哇，你那边 ASN 啊，会很惨哎。个狗你都会大叫、欸、突然耳朵炸掉不好意思耳机直接炸开哎呦要死我我被他砍到一下马上大叫太可怕哎呦天我手这边没有挖书柜啊汗滴禾下土种种子问啊怎么有人在种田呢、啊、我还想说那什么东东哇这挖哎那个谁在挖青金石红石啊小雨你几等你几等20所以那个会最多哎、欸、我挖黄金绿宝就17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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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那个原本就是挖掉自由经验的、嗯、他原本就是挖掉经验的会掉更多经验太多了你是不是故意的？他选那里啊、嗯？我刚让他，我刚才让他去什么？酱油挖铁，不要酱油反向拿铁，一组铁。你还可以挖一挖，等级差不多，大家就可以交换区域工作。哎呦，哎呦。哎、欸，那个青春，我后面好多人哦，我后面好多人哦，救我，救我，救我太黑没办法了，太多人追你了，有点害怕、啊，直接来三个、啊，马太，一群红红的人追在你后面，那、啊、我们圣诞老人是对方的人，真的，我身怀巨款，我是绝对不会帮的，他们怕我的。
你现在没有食物可以换，只有那个面包可以吃。面包。哇，都手软了。你为什么也要按第一盒下图啦？他饿了，会先输也是。他很小麦啊，饿了。每个人都在种，大家都在种田吃啊。我要去攻击，我要去攻击他的，攻击他们的村庄。我要去攻击他们的局啊！你来攻击他们农田了？我要攻击他们的矿工。那你要，你不能打错，因为打到淘金者。我不知道哎、欸，看不出来。打，都打。哇哇哇哇哇！全部都在当矿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喽。有人要来挖挖黄金绿宝吗？我想去逛逛。好啊。我钱有点多。有人要来挖青金石吗？好，我来，我来。你吃完了吗？我差两口。你说的两口，你说的两口，吃东西蛮快的。我很安全，我很安全，真是烦死。这边不是青金石，这边是核心，找不到。有没有挖吧？完了、啊。我是不是被霸凌了？你讲，你听到我声音嗨？哇哇哇哇哇哇！是你被霸凌了？哇，被霸凌，被第一霸凌。我刚刚也是，你要啊，我也跟他讲也没用，断线再回来，然后断线再回来就可以。对啊。我跟你说，看到他跑来我的洞前面。我被 GC 霸凌了。我们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你要登出再登入。来找你。对。这样你铁装到底在哪里哈？哈。哦，哎，小雨，你有没有顺便带过去啊？嗯。好。我在哪里啊？我天哪！他带一堆铁在身上啊。问他。没事没事，回来了。我们家核心好漂亮、啊，我有想法，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但是一直没有做。好，想法现在把它实现出来了。对，趁大家都发光，我看看过来实现一下。那我来看看。核心，我的秘密箱子在这里。好。这很难藏秘密箱子。那秘密箱子都太红了。对啊，超级不秘密的。那这里挖一个天坑吗？对啊，也不用太天呐、啊。哦，哎、欸，冰气太过分了吧？又霸凌我？你总是你又容易被霸凌啊？他很容易被霸凌、哦。他平常也是、啊。他是不是想吃晚餐？他觉得你太过分。过分是外送员，不是我。你看你平时怎么对我们的？哪有我平时怎么了？在吃啊，在吃海苔啊，嗯，在吃啊，没海苔吃了难过。买啊，没有钱赚啊，不想努力啊，不想努力了，废物，废物，去工作。哦，哎、欸，背水一战其实很猛哎、欸，很猛啊！是要落后的时候、啊，他对、嗯，可是我们都是七十五分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挖一分吧，挖一掉，自己挖一下、啊。哎、欸，他那个有加速二力量一回复一核心伤害也加一，可以啊！我觉得如果等一下我可以试试看，感觉他自己在想一样的事情。对啊，他们搞到等一下就自己先挖。黑暗兵法，才献祭一分，对不对？行啦，然后再把他们，陪你，再把他们给，哇，韩信，你觉得绿宝石可以放这个箱子吗？这个秘密，我觉得你放身上好，你不是你，反正你不会喷矿。身上现在今天是危险的，哎、欸，还是会被盖掉，还是会被盖掉，会被清啊，哦、清。那你拿副手嘛，副手也会被清，哦对哦，清除。你分散风险，你分散风险，放上面，放旁边，对对对对。上面那个也蛮隐秘的，多放一些假的。常驻鱼鳞，放一堆箱子。做一堆箱子。那你们，要把那个吗？附魔台藏起来。
富我奶就不用藏了、啊，很多那个不是吗？赤裸裸的、啊，那我买菜啊。好啊，好啊你不要盖在正门，好吧？怎么会？顺便守核心。我怎么会直接放在正门？放在正门的隔壁。哎呦，我觉得这个可以哦。其实淘金记了那么久啊，得到。哎、欸，放错了。淘金被嫩服了。小小小，站在这个箱子上面、啊，就可以看到底下的箱子。站在这个箱子。长树鱼鳞，啊、嗯，他们一定想不到。你说里面的那个是？对对对，里面的小箱子。好。还很难点。喂。挖得到。快藏。你可以上面那个我把它拿走了。哦，好。啊，这书柜怎么砍一半而已、啊？太远了、哦，我砍到一半手酸了。好好好，累了嘛？太累了，好累哦。那个书柜需要有人收，希望他给自己收起来。已经成熟的书柜了，应该要学着自己收收、啊。你看我先回来，他就收起来了。哦，对啊，他成熟了，他成熟了。他成熟了，那没问题的，我很相信他。原来是小雨，你不够相信他，是我的错，我应该要多给他一点信心，多鼓励他。嗯，这样以后我对我的房间，我不想收房间，我就在门口大喊加油，希望他会自己收起。啊、不会，不会、啊。原来千金石跟红石有没有用啊？你忘记了？有啊，有啊，攻啊攻啊，而且还有很多经验。哦，嗯，你看你现在几等？我现在26。26，可恶！超越。这代表什么？你要帮忙附魔。对。那个剩下的一半的全套保护交给你了，这样哦。啊，我这个附魔小能手，保证保证付不出来，保证什么？能付出来，保护我，锋利我。算了，我输了，我放弃。其实我是想倒，我是想倒水，你知道吗？你要倒水吗？盖成水族箱，可以啊。哦，可以啊。可是它核心中间好像会清水。对 啊, 啊。可是他们不好，不能太靠近，就从边边也不能挖。没有没有，我是要从上面灌下来。灌下来可以。可是我记得他、嗯、他旁边的水就是会一直被消掉，考验伺服器的效能。对啊，真是考验效能。对呢，对哈。可以可以，伺服器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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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几个人。好，我来我来我来。观众场可能就不行。我先继续挖矿好了。酱油，你绿宝石要赢过他们哦。啊，我哪来的绿宝石啊？哦，你没有挖，挖哦、他现在没在挖。我挖青金虫。杰克，你的绿宝石要赢过他们哦。不要。硬要跟他讲一句是。幼稚鬼。为什么绿宝石都没加倍到啊？可恶。加倍加倍。要去当青春 A 霸退吗？可能要弄一下妆吧，这边感觉都在弄妆了。全面都挖起来，30盏了，太爽了吧！就可以去，我是不是要做铁装附魔啊？你忘记了？你还没做铁装，我刚不就叫你做铁装？没有，我把铁他没有，他把铁全部丢给我。你是不是皮在痒？没有，听我解释，就是欠杀。听我解释，他是他欠杀。没有。哦，自己人，自己人，快点，快点！啊，剩下的书嘞？换上铁装了你。谢谢大家。我这边有18本，我等一下给你。好，我来了。我在外送铁装给他。吃泡面有调味料，上厕所有卫生纸。给钱，好，不要再不要再祝福了，给钱好不好？给钱，给我钱。给祝福有什么用？没没没，给你出，给你出。啊，超级昂贵，有没有？哎、欸，可以换多少钱啊？给钱，好输，好钱输。赋予你千金石，
你几等啦、啊？你等一下摇附魔啊？你干嘛？有29了。你等一下30等去附魔。好哦。对面也在稳稳浓哎。啊，都在稳。现在就先浓。你可以去闹一下。至少绿宝都有在挖，知道吗？大家都在享受大妈。可以换人挖一下绿宝吗？然后去闹一下。可以。等我把书柜放好，可以的话。我应该30就去父母，还是31？你现在就30，一三十，三十，有60颗绿宝石了。你早清它了吗？先存，先存好。我、哦、现在清也是一个可以啊，就一个赌，可是你就是开启了钻石，开启战斗了。对，有人挖了啊？你是什么队？哎呀，酱油，你是不是偷跳？我刚好跳起来了。哦，我跳了两下，这不能跳了。对，那是不是我？这是我没有动。酱油，我没有动，这是我没有动，这是我站好好的。是这样吗？酱油，500经验呢、欸。我没有动了，我没有动了。哇，哎、欸，这些村民，这些村民是在 juke 我，是不是？走过来一直跳，一直跳。他在叫你跳啊！跳跳跳跳！啊！去干扰对方。你看，我们可以跳耶。干扰吗？怎么干扰？好像有点晚了。现在也没有见识啊，红石都在酱油那边。我有一点点。走楼梯，走楼梯，走楼梯。可是很慢，好像来不及。可是已经对，好像来不及，来不及了。哦，你看酱油助女，哦哟，不是我啦，我才一下，那一下就有了胜败之差。我的天哪、啊，我看了什么？杰克，你看、啊，这是什么？好酷哦！可是这好烂哦，很烂呢、欸，完全没有守到核心的，完全没有保护到的。你看，欸、你这是帮助对方有没有？他们从空中下来就可以就安全落地。好，给你这个，我们抽东西这边会整个清空，所以就会这样子了，就拿海绵了。我怎么吸回来了？有啊，在我身上我有。我要来附魔了，好喂！哎，那个黄金绿宝有人在挖哦，我在挖。哇，这样他们会大量附魔哎，我去微干扰一下好了。我也去，我也去，把东西放一放，止不足惜。哇！你在挖什么？直接有强力山可以用哎、欸！哇哇！哎、欸，不对啊，我把经济石都给你了，我怎么附魔啊？可以附我一点吗？刚刚我就这样问你啊！哎、欸，他们已经有附了，刚派出了 BO BO 雨滴书，哦一系，哦一系，嘎豆，喂，然后他们就退下来了。哇，好痛，好痛，好痛！我用了技能，我用技能。好。啊！跟你们讲，他们五附魔啦！啊！他们好恐怖。而且那弓强力士哦。这么凶。回家。别这么快的吗？他们那个、啊、等级啊，啊，都活动好了，好了。他们500经验嘛，然后一直挖，所以应该都是刚刚的。哦，对，刚刚。40的，说不定。八头腰，试一下。买点肉吃。至少我们慢慢累积钻石。哎。嗯，你们觉得两把强三好，还是一把强四好？先双强三吧。好，那个财务箱里面有强三。啊。我们还在弄，还在弄，他们就感觉想要等一波爆发，嗯，一波直接凶巴巴。好，我去 poke。再有我们的附魔装呢？我要去拿铁。秘密箱子有很多铁。
秘密箱子在哪里啊？在秘密箱子里。在木头旁边。哦，好，我来了，我来了。哇，波波那个太痛了吧！一下说他超痛哦。我来陪你，我来陪你。没有铁砧吗？啊，不是有铁，想陪你，然后下去挖钻。哦，对哈。他拿着盾，我需要有人帮我破的。OK， 游我游过去了。他这一点，他两滴，三滴。秘密箱子在哪？这里啦，跳上来就看得到，跳上来就看得到。没有，差一点，差一点。跑掉。哇，差一下。哎，你旁边是打不赢的哦，这只是牵制哦。嗯，锁定你了。我们是打谁？雨月，雨月，我们要打经验归零。不行，雨月都归在家里。哦，对啊，他归在铁矿洞啊，他太归了，太里面了吧？嗯。可是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目标。对啊。所以我们都不能死。经验归零哦，可怕的。看他们是想要抽谁就知道了。嗯，他们等下冲过来，他们看谁就打谁，我们也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啊，他们都开始往前啊。那你要不要退一点？有，我是有力量石，可以爆发一波。怕他们太多人一次，全部一起上。这个箱子，有一颗力量石。必要时可以用，有六秒力量。隐约感觉应该不会出门。他不会出门啊，他就是顾家好男人。钻石还没来。他往水里看哦。对，他在看我，我在挖钻。来等钻石。那中间呢？嗯，可以，黄金绿宝都一直有挖就好了。有，现在我在挖。像我们的附魔呢？我还需要等级，我现在只有一个头盔保护三，跟鞋子保护三，还有裤子应该也会有。哎呦，那我要等级，继续挖红石啊！继续挖，挖到30等。你这样也可以。武器，我要一点红石，加油！好，跟你。前三啊！因为幸运效果，挖到的矿物加倍了！哇哦！哇哦！加倍耶！我们现在有八颗钻哦，九颗，哪一颗？碎啦！碎啦！碎啦！等一下，直接做一件胸下去，有个钻石，有在挖钻石，没挖到，啊，他挖到了，还没，波波，还挡而已，还没跑走吧，射箭士，来帮你们射，牛排。都很没打起来呢，大家都在等哦。大家都想浓厚起吧。嗯。要打我。我这一趴都是狂清，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备用附魔装，嗯。好。哦。没有，我丢的。哦。挖矿。有。B O。哎，鱼走出来，鱼走出来了。中间水里，中间任务没有，那个任务结束了，那个任务结束了。啊，好怕，他很痛，他很痛，你小心。你输在我家。哎，欸，小雨，好，我来。哎，杀掉了。怎么跑上来？用射箭的。绞丝。他们有人在挖钻石，挖钻石。对。你越挖的。你越中了一发。哦，他还有击退，他们射哦，各种爆呢，
要收到一件音乐。我炸到了，炸到了，炸到了，BOSS！ 炸死你！别别别！哦，赞哦，赞哦！看我们掉东西，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只有一个掉落物还蛮难的。哎，哎，巧克力后面，对不起。哎，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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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树丛，然后树丛，还活着还活着，没事。迪叔的帽子没了，被清掉了，被清掉了。哇，我们全都来了，我们每个人拿盾呢、欸。对啊，这样这样挖那个黄金绿宝。啊，那是失明剑啊！可是我快三十了。好，哎、欸，回家点名，回家点名，生命十，回家回家回家。你们早要死了，要死了。我们有点劣势哦，他们比较轻。完了，没关系，没关系。当我们生命比较少，我们就可以拥有反噬的能力。这来不及，计划，没事没事，我们黄金绿宝也都多得很。嗯。死亡会扣，哎、欸，中间那个钻石要挖。嗯。中间重生了吗？啊？有来打我了，有来打我了。救我！来，我来。我里面也下去了。哎，他们两个，哎、欸，他的太急退了吧？你的超级退。对啊，赶快放魔啊！我以后要吸卡。我收到一件，我收到一件。不然你就拿金去换经验瓶。对啊，对啊，直接拿。我靠！陨月中子一样保怎样？哎、欸，我射死一个。高哦，陨月保护高。射死一个，射死一个，射死一个，射死。陨月，陨月的装备很强啊！陨月的，他们是直接陨月身。他应该是就是躲在家里面，然后就一直敷，一直敷。我哈死，哈死，哈死！哎呦，哎。然后捡到装了，那是捡到一件衣服，我才宝衣而已。伯伯，哦哟，假附魔哎、欸，骗人！对啊，哦，我吸到钻石了是不是？有哎、欸，假装，我、哦、是有，哦、有一个分享到、欸，快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快，这毒剑士的，很凶很凶，哎，宝三给你，宝三给你，啊，衣服哦，一样是衣服，我挖一下，一样衣服，备用备用备用，原来是宝三啊。看这样，你要不要附那个钻石装之类的？啊，钻石装吗？我还在附铁装哎。一样也可以，也可以。这样你已经知道我们的秘密了吗？他知道了，他知道了。里面有钻石，你都可以拿来做衣服、裤子、脚脚、帽子都可以。可以。补一下。我的剑。阿基在挖挖。好烂哦、喔！耐久铁剑是什么啦？他剑士就很贵啊，虚弱剑士哎、欸，他好像是点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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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回家回家回家，要到这个加油很回来，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要回来，耶耶，我可以比较快，我刚跟他几乎看，耶耶，我们的绿宝石，绿宝石，我要去买，刚跟他接中间任务一跳出来，两个人直接投，两个人还回头。这里啦，哪里啊？哦，法师，底下的门被拆了。嗯，他们刚刚有人在那边拆。有，我在放就好。哦，他是用绿宝石换。他现在拆上面的桥哎、欸。上面的桥。哦，他在拆上面的桥。哎呦，风！我从下面破他盾了。下面有很多人哦，中间四个，有时间可以过来。好，巧克力背包。哎呦，我躲，我们是矿工，有无敌可以用。你才要躲，你才要躲。哇，弓也太痛了吧！可能他是立即伤害弓哎、欸。啊，防弹可能比保护更好。哦，对，钻石哦，对，因为他现在变快了，钻石现在很快了。对。又在臭波波。你们要先拿走吗？保护伞的，你们可以先穿啊。嗯，我是有自己付，所以 我是觉得也可以放箱子。哦、还没有到一波倒，备用。哎、欸，那个中央一直想要钻石臭波波，要跑啊！打你屁股，我要打一下开心。不行，我怕这样他是更开心的。哦，是他被打吗？对啊，被打屁屁。被打了，太开心了吧？兴奋的不得了。
你可以破我先。我去，我破了。他其实他是想要封住钻石哎、欸、哎、欸、跳跳跳跳跳跳跳，给予大量经验，这样跳。你在干嘛？我要跳啊！跳不起来，我跳不起来，我跳不起来。跳，我们可以，我靠！完了，对不起，我太慢跳了。完了，他们又经验一波了。嗯，好烦哦！好酸酸的。不错，没办法，这来的太临时了。小雨，你没有哭啊？我知道，我知道。有不有啊？我来，我来。做他。啊！快死了！他这一滴。我装起都很烂呐、啊，他装起很烂。耶 ，nice！ 他喷爆了，捡不太到吗？有点危险哦。不要捡好了。我捡，我捡，我捡。我捡了，走。快去到旁边，后面小心。我毒箭，我毒箭。火焰箭，火焰箭太过分了吧？太过分了，他无敌，他无敌，他无敌。跳怪，跳怪，小雨，小雨。嗨。哎，我去游泳。我忘限制。我在水里面。五个中路，五个中路。哎呦，吓死我。五个中路。哎，好痛，好痛，好痛。中间，中间，中间，这是怎样？一堆人，我看不到，我只能用射箭的。对对对，我刚已经力量一波了。对对对，哎，射死一个，射死一个。碎碎碎碎碎，什么都看不到。疯子啊！全疯子。他们撤走，他们撤走。在外面拼命，我一直在附魔。对，可以，没事，我们这就是撑着让你附出来。你知道我付出来我们就成功了。哇，广播出来了。你又偷打我。不见裤子。这样关键是黄金绿宝。哇。剑蓝。青金石虽然经验多，但黄金绿宝。效益大。他们的效益更大了。嗯。哇，八七金队哦，好像还好，感觉应该是抢不太赢。我钻石可以附到保护室哎、欸，要附王，可以啊，那就附王。附，我吃个经验值，没经验值。不过是个八七猪队哦，我们就领悟一下吧。嗯，没事。这样小心哦，等下被推哦，等下不要乱叫哦。哈？啊什么啦？会有小僵尸推你、啊。对呀、啊。哎、欸，杰克引怪，酱油引怪，酱油引怪，酱油你给我引过来。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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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绕着船走？让我上船。我要把那个什么八，不是啊，把那个哎、欸，那个门口很多人哦，在干嘛？他们怎么全部？但他们有一个人在后面，所以可能有没有四天王站门口。太可怕了吧，四大天王啊！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觉得他们现在装很强，要不要清药？要不要清？好、啊，清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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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到愉悦就开心了。我去用，我去用。好，我就可以清个两次，然后刚好清到前面两个人、啊、哦，完美。真的清到前面。你要清先说一下，我们就在清是多少绿宝啊？好像是三十，三十还是四十？四十。哇！太猛了吧！这个炸弹啊，在干嘛、啊？没有，他们五个人在那边，不知道好像合照还是什么，丢一波，然后就开始，然后蚂蚁巢被冻到了。蚂蚁宝石用去哪里了？酱油绿宝石呢？三十颗呀，这三十颗。酱油绿宝石呢？我有拿个十几颗去买经验瓶，然后把钻石装付那个四。那、啊、那个绿宝等一下都不要换经验哦，因为那个最后很多可以用到。我想说应该有两三组绿宝才对啊，没有那么多啊，一直都没有那么多。我刚最后看是六十几颗，黄金也可以变绿宝哦，对啊，所以这样才跟你讲说先挖这边会比较好，抢中间钻石吧。走走走，你去挖，你去挖。我还有我们很多绿宝，来酱油你来挖，给杰克挖嘛，杰克挖。哦哦哦，给杰克挖。
继续我的作业。它是哪个方向？不是、啊，等一下，绿宝石的方向。哦，喷泉，吸吸吸。好，我先挖，我先挖掉，我先挖掉钻石。你先挖，你先挖。他把它堵起来。我吸个喷泉。吸吸吸哦。破盾，破盾，破盾！我受不了了，我要出去买锁嘞。好，你去。哎、欸，你怎么掉了？那我想说去破他盾。他们好像比较靠近中间，他们五个人在这里，他们五个人在这里。对啊。哇，好痛，好痛，好痛，很痛哎、欸！不行，不行！哎、欸，他进来。哎呀，退退退退退！我可被蹭一下，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冲，红过来了，红过来，红过来了！我没血了，没血了！哇，火焰剑！喂，一堆人呐！没有装备哦，要装备了，这样这样，你有什么装？对对对，他们装太多。先给，先给了。放那个四的在箱子里面。好。然后我差一半的经验值，可以再有一个四的。但是绿宝要省着，你绿宝慢慢。我没有用绿宝，我在找矿洞了，迷路了，我知道了。你挖你挖你挖，给你挖给你挖。没人嘞，没有武器哦，就弓而已。武器只有一个锋利石。啊，你拿分散风险。对。我最怕的就是被亲。啊，真的，我等一下我们就要做坏坏的事。他们在中间挖了，挖，有挖，停挖。有、啊、中间现在这样应该可以围打起来。嗯。剑跟剑重要吗？重要啊！重要啊！这打架、啊。哎呦，掉下来。钻石还有更多、哦，所以等一下还可以再弄。我去清除一个人哦。好。好。这样那个剑的话，你要附钻剑哦。好。清一个，清一个。这样。烂死了。完了。只是 BOB 哦。哎。最不想清的人就是他。对他整个弹住了，太强了！你看，最怕他们也去清。真的，他们啊，清了吗？来啊，一起清啊！我看位置，看位置。完了，女王蜂，还有很多绿宝石。臭蜜蜂，干嘛？全部都追着我，我不看他。然后工蜂全部追我，女王蜂在他们家啦。小雨太夸张了吧？这是你有一只黑手哥过来，是不是？小雨，看一下，我被盯了啦！女王蜂都来追我啦。那女王蜂呢？女王蜂在他们家会发光那个啦，工蜂全部在盯我啦。哦，来来来，哎，我在水里，他们游下来，他们就扣血了。哦，我聪明，我聪明。隐约大坦克、欸，哎，真的，隐约好，隐约被盯了，隐约被盯了，盯盯盯，隐约被盯了，慢慢盯，慢慢盯。哎、欸，女王蜂，我干掉，女王蜂，我干掉。是是是是是是，我拿到，我拿到。啊，多一点，多一点，超回。16颗，16颗绿宝，16颗绿宝，碎。加油。嗨。在干嘛？我在挖经验。不是说先来挖这个吗？啊，不是，哦，好，那我下过去。啊，我们刚说什么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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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想说有人在那里、啊，没有人呐、啊，刚刚这边没有人呢、欸。打架啊、哦，真假的？我跟你讲，有人你就请他借过。对对，你说这边我的，滚，这是我的，然后叫他走开。这是我的村庄，这是我的村庄。我说那个，那个吗？没啊，没啊，就是没啊。会不会就是他们那边啊？因为是不是也卡还是什么？就是三重那边。嗯对，你看雨燕跟哈基，雨燕哈基，对啊，好好好，
不靠中路，不靠中路。我付了一堆凤梨二，看有没有需要。啊，嗯，归家归家，等他们顺，等他们顺。好。农庄农庄。OK 了。装备。我付了很多凤梨二的剑。好。不用。还在，钻石很多呢。这样我箱子有14颗钻啊，这么多，好的。钻装目前只有一颗衣服啊，贱的。有30等都可以用哦。我才21等。哎，我很 lucky 耶，挖钻几乎都是两颗两颗。好赚哦。太赚了吧。转翻天啊！蛋糕大赛，一名到异世界，快！蛋糕去哪呀、啊？用铁，用金，换蛋糕，黄金换蛋糕，铁换饥饿。我有铁，我有铁，我有铁。我有蛋糕，我有蛋糕。好，大家小姐附近饥饿药水，饥饿药水也是饥饿药水，刚才巫师吗？巫师，巫师，对对对对对。来吧，他们在蛋过来，蛋过来，蛋过来。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再多一点蛋糕吧。多一点吧。好，这边，这边，这边。来来来，旁边箱子，箱子，箱子，箱子也开始了。没铁了，没铁了，没铁了，没铁了。那我看一下，我应该还有，我看一下。我39个。去换，你要去换吗？你要去换呐！来来来来来，什么呀？来来来来来，你快说什么用？爸，你们让我找回花更久时间。低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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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了。哎，让我找回花更久时间。我觉得紧急事件都好像不太能找酱油，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紧急事件啊，太久没碰了，不记得了。没事没事，我要进我要进。那个绿宝放在箱子里吼，那个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有多少比较好。好好，我这边还有40个了。我这边还有29个。我觉得还是要钻石换绿宝石也可以啊，是可以啊。我就先做装吧。对啊，先不用先不用。我这有，我们就预计那个在200秒后开战啊。嗯，老时间。酱油，你都附胸甲是不是？还是那都打来的？啊，那不是我，我就附两件胸甲，是的。哦，嗯，我不附个鞋子、裤子或帽子。嗯，差一点。什么叫差一点？他一直要30等啊，我付完一件，我等级就不够了。那你不要每一次都不胸甲，差一点。你眼中只有衣服吗？你是这么肤浅的人吗？哎、欸，不，那个起码穿衣服不会被抓啊。那种只穿裤子还是有可能被抓的。他们有一些人在那个巫师那边吗？想做坏坏的事了吗？我先把存起来。我是直接脱了啦。我也脱了啦。我觉得他们感觉很坏。他们要等人回来，那就说坏坏的事。我觉得他们也在盘算那个时间点。嗯。就是一波罪恶值，然后我们还可以用那个逆袭背水一战，背水一战跟罪恶值，这样就可以打过去了。这是你们变结界师了？谁？影月变结界师？影月？那这个没办法，这没办法，那这没办法，这天选也没办法，天选就用吧。他可以凯，看你了。那就天，他只是天选啊。他天选没关系啊。可接受，可接受。看影月想不想回来？太猛了。但他们的位置很可怕。位置，也这样，其实他们很强哎、欸。说实在，他们结界师哎、欸，结界，我们如果用戒指的话没了。哦，真的。他先去放个让矿物加倍的。哦，挖宝哎、欸。对啊。降了你的装嘞，不见了。我吐掉了。你怕被清对不对？对。我身上都是三的嘞，
那时候要合的。钻石应该可以挖了。可以吧？我去中间做啊。耐久三，我刚刚就单一耐久三的弓，我快哭了。耐久三掠夺二，我果然不适合附魔。哇！看一下，爆了我的钢针，我耐久三的铁剑。现在有74颗哦，74颗绿宝石。我去看看哦。我去。你们等级谁还很高的吗？还在29，看要不要弄稿子。背水是30啊，罪恶也是30，所以有60。哦，哎，又对面，哎，对面怎么那么多天选之人呢、啊？这太扯了，太夸张了吧？69，你说弄金稿吗？对啊。不仅都只能用效率删出来而已。好，我复一个看看。你们可以打了吗？酱油可以打了吗？打。打架。打架。我就可以，等下就是罪恶值最高，然后加背水。加背水，对。对，因为我们现在是打酱油。哦，耐久三的金稿哦。怎么办？我是耐久三一的呢，怎么办？欢迎。哦。救命啊！巧克力装记得穿。等下，我怕，我好怕哦。今天不适合打，不适合。我觉得我们先走，有一些走前线吧。这样，我跟你讲，你可以先在家里，我们走前线，然后你等一下就一波使用。我？你会不会用？你我觉得不会用。你去那个商店前面。对。嘿，然后。有一个箱子摆在那里，里面有绿宝石。箱子你们看到？刚给你前面。我这里面是算刚好的吗？还是有多？有多。那我拿个10颗。哎，对对对，好，就10颗。然后嘞？你看一下有那个三要耗30个绿宝石的。哼。有哪一个？一个叫做背水一战，一个叫罪恶值提升。你有两个都有看到。你不要痛痛按续斧头，你不要按续斧头。对，你就背水一战用一个，然后其罪恶值可以用2个。好，酱油你先离开，借我一下。对，他等一点就、那個、好了好了，你用吧。点下去的瞬间，他就马上有了，还是我要买？对对，弱势加成。哎呦，我们有一些奖励哦。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刚刚好？转职书，跳刺，我拿到转职书，这可以转吧？可以转吗？天权能转吗？天权能转吗？我觉得我们直接冲就可以了。你们大家其他人都可以来了，就是除了酱油。这都一些谢谢。你先买背水还是？那我知道，我就一直在拖。我觉得我会很衰。他们有人站在屋子那边，有人站在屋子那边。借我一下。等小雨，等小雨。好，借我一下。好了，我好了。我在路上。好。那就使用咯。嗯，酱油买。买哪一个？罪恶。罪恶，买2个，然后背水。买了。背水，好。啊，他们核心无敌吧？我等下破。好。好，你有带破就好。我来了。你们慢打、哦，我还没到、哦，我在等哦，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人在用。无敌了。他们没有要清，酱油你也可以来，酱油你也可以来。好，我来了。嗯，在用炸弹哦。破了。啊！会想走这？哇！你们挖我头。3人也可以哦，3人也可以哦。好，挖。又没了哦，到底有什么？没有了。哦，休克呀！我们可以退了。其实个人好。哎，可以了。太烫了。可以退了。哎，狂炸！我先退。哎、欸，你要穿衣服。他们现在都在复活，他们可以打。好。你现在两分钟。好，2分钟。哎、欸，我先吃饱。
绿宝石是没有了，是不是？没了，没了，没了。价格都没有了吗？我等下叫你看，我等下叫你看。啊，我可以，我可以换，我可以换。买那个无敌解除，无敌解除。啊，我才刚过来耶。赶快啦！对方商店，对方商店。我买，我看一下。我们家怎么有一个红色啊？我去。这个有。是是是是，结束了。好，没问题。他给我打，他给我打。是是是。谁啦？我靠！我在一直，我感觉我就一直付，一直付，一直付，然后就没事，因为你很棒，你很棒，你有付了好多，你至少会买，你有买成功，你都拍一个那个，你买对，你买对了，我靠！哇！哎呦喂！我刚刚还说要拿十颗，如果对方无敌的话，就直接那个破坏核心。对啊，是怕这个。有我刚身上还有一些黄金，走吧。好，哥哥。感谢痛的超级留言，圣诞快乐！感谢落雁的超级留言，圣诞快乐！抱歉，在打的时候没办法回，抱歉，抱歉。原本想说，我这边三十颗是拿到说，等一下你们应该会冲过来，然后应该会把我们打的就是先换我们用背水。但是，对，就你们这我忘记你们也可以用背水。我们先用背水，我们先背水。任务你们抢走我们的生命少，我们想说，哦，这样我们可以背水，没关系，没关系。然后你知道我最怕就是怕你们各种亲。我一直躲起来把装备收在箱子里，我说他们一定要亲，他们一定会亲我，一定会亲到我。对耶，我没想到亲到 Bobo 啦。对啊，我身上没啥东西，我身上没啥东西，我知道你没东西啊。嗯，对呀，我想说要亲隐月啊，隐月感觉装饰超强。我是好运 Bobo 好吗？哎，你们刚五个在桥上在拍照吗？对啊，他在拍 F 五，然后先是四天王，然后之后是五天王。这不讲武德太夸张了。我想说四天王不能多一个啊。不是啊，有人在拍照，在那边不是四大天王都是五个人吗？很正常啊，对啊。你们真的，然后有一个假冒就被炸死了，对啊。拍到一半，不是我，不是我。你的密码挖很多，超夸张的。最后拼最后一波，战略游戏。我们就只怕那个被清而已。嗯，我真的是躺赢哎，我就一直附魔，我也不知道我干嘛了。我们最后就是四个人走，然后教酱油要买什么东西就对了。对。然后最后你们核心不是无敌吗？我就说这样你应该还有绿宝可以解吧？他说哦对啊我有啊，我十二颗，我十二颗，那你解啊？哦我在来的路上了，干嘛解啊？就跟你一开始买那个一样，没有他说，可是我在对方家了耶。我那时候在你们家，他说叫我去解，我说哈那我跑回家吗？而且为什么你衣服还没穿？我没有，我把衣服因为都附到保护室啦，所以都丢给你们了。哦，你知道我们家一堆富宝二宝三的衣服都是衣服，都是衣服啊，帽子夹夹，不是全部都是衣服。我只付两件，我只付两件四的，我一件三的，两件四的。衣服两件四，那我穿两件衣服可以放下的吗？小可爱吗？小可爱是不是？那小可爱啊，小可爱啊。那么多不是我来的啦，肯定是战利品什么的。等个附魔装，等个一辈子，可以的。对啊，很会买东西，超会。难呐，难呐，太会了。而且原本看绿宝还蛮多的，可以做很多事，然后回头看，哎，绿宝怎么都没了？没有，没买那么多，好不好？委屈，委屈他了。我很努力在回想这个游戏到底怎么玩。他回想的是拿石镐去挖那个绿宝钻石吗？对，绿宝。只要挖石头，你在脚底就会蹦出那个铁，挖一挖就蹦出黄金。嗯，酱油很棒的。嗯，挖一挖变黄金。好，那我等一下就去挖石头。金矿挖一挖，有机会变成金砖呐、啊。嗯，啊，那第三阶段中间挖两个，那个有那个嘿，要记得去挖。挖绿宝石，就是会有那个绿宝石啊，叫抢绿宝石。矿很多，记得赶快挖起来。然后他们那个核心会有一个旗子拿在手上。对啊，记得挖直升机哦。
他们是不是在召唤？哇哦，好棒的地图！哇，有这个人是这鬼抓人吧？高楼大厦，高楼大厦。哎，他们拿着他哦，坐着，反着坐着。我刚刚看他头，哎，不对啊，他头，哎，不对，身体，哎，等下，对，调皮啊啊。啊！啊！啊！你变态！脱人家裤子啊！好怪怪的衣服，好屌！不要脱人家，光溜溜。嗯，为什么装这么奇怪的地方？可以了，可以。来啊，看看这个城市风格的地图，好，大家都可以飞起来。好。啊，我们家是便利商店。等下，这很危险的，这里有很危险的东西。对，我看到了核弹吗？核弹，核弹，城市嘛，所以这个种种一些花花草草，绿意很正常，非常的正常啊。但是哈基比较惨，哈基比较惨，哈基比较想不开，眼花惹草了，最爱哈基比较想不开，你不要眼花惹草，要七尺甲醛嘛，我懂那个绿。家里旁边有没有？这边叫木头区。然后购买东西就在这个 Shop 便利商店里面有各种的村民，好，啊，旁边也有这个水果，怕大家肚子饿，但是装饰用。哎呀，有走到，有走到，有走到了！哎呀，不小心细条哥，小雨怎么跟我一样粘在巧克力身上？你怎么也在这里啊？你怎么也死了？巧克力在哪？来来来，然后呢，核心的话是在便利商店的后面。这里有重生点，这是商人的意思吗？哦，不是，不是，商人都在便利商店里，就是通道底下。对，他可以切旁观到底下，就底下。哦，怎么了？怎么了？谁摸了一下？谁摸了一下？谁摸到了？快点！至少谁摸到的？哦，怎么了？坏掉了！坏掉了！坏掉了！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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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能重开吗？那是警报铃，警报铃，警报铃，有人摸到那个展示品的东西了，要警报，至少至少。我刚好像在那里，可是我没有摸它，哎。B O B O， 粘在你身上，哎，你跟我讲，观众抓凶手是谁？观众是谁？我觉得要么那个迪叔，要么波波，要么酱油。我跟你讲说，我是旁观者，你在你身上了，你不是在那边我。你总是能够坦住一下。我这次我不要。你是万能的 BOBO， 先不换人呢。你都不当万能的。这种锅就是我万能的，是不是？对。可以了啦，可以了。小心，小心。有，赶快转成旁观者。我是旁观者。旁观者。吓死了！吓死了！准备在哪里？哎、欸，我走到红队去了。哎、欸，我走。现实。巧克力倒数第二本书可以那个发光的。什么倒数第二本发光？你倒数第二本书，你打开来看。哦，好。等一下。嗯。哦，有各种的。对，你可以点一下，叫发光。但还好，这个矿物商店在那里嘛，啊，矿物就在这个绿色的房子里啊，全部在这兒，好好方便，就像那种、哦、那种大卖场啊，有没有？哇塞，任君挑选，自由挑选哦，想逛什么就逛什么，哦、是不是可以？喜欢也有，木头也有，水果也有，但不要想不开哦，这是又要那个了，金刚之身了，要没有用啊，不要。他在一楼的地方有那个、啊、铁方块作为支架，哦，只有一楼有，二三楼就没有了，所以一楼的也是可以采购一下，就没了。上面从上面滑下来了，已经滑下来了。它、啊、可以切旁观到地底，就是它其实主要就是家里核心左右两条路都是地下道。哦，地下道，对啊，这个家很棒啊，好不好？直接下面就可以搭捷运到地方家。太棒了！树林区到了，树林区到了。捷运走过去只要一分钟。就难，哪搞啊？哪搞、啊？就是这样的地形。OK， 好，哇，就让观众来啦。好，钻石。好，钻石。钻石在哪？在中间吗？水底吧，中间底下，中间底下。哦，一样，水下。行。一颗。估计地铁要漏水。
我也是这么觉得。可是它很厚呢，它这个，哎、欸，不对呢，它好像只有做两层。没有很厚啊，没有很厚啊。嗯、没有没有，我看错了，我刚刚是看厚的那一边。再厚也只顶多十格而已啊。嗯，这中间最薄应该只有两格啊，三格。差不多。地条漏水了。选择你的，选什么嘞？我骑马吗？你是说那个马吗？还是、那個、不排除提到？哎呦，哎呦，天哪！我要当个矿工，你要继续当矿工？那你又会被转职成那个哎、欸，结界师。哦，结界师不会玩。感谢 Light， 结界师是不是还不错、啊？留言，结界师真的很难哎、欸，繁星真的很厉害。什么东西啊？结界师挂着而已啊。结界师要记很多东西，要么挂着，要么就是很强而已啊。我也要来养家，就跟幽冥一样啊，要么你附身，要么下来打。你是说，你是说很重的猫咪吗？你的猫咪会抓人吗？不会，它会打人。你说要来结界师啊？我不要。为什么？他的结界师，我想当矿工。对。啊，你都矿工了，来当个海客好，这么多矿工弄了，啊，却没有要套金，刚刚怎么会这样？还挖不够吗？那我套金，挖了也是。哎呦，吃饭饭，等下你们就咬一口。我是怕我现在能造成最大作用的，应该就矿工了。没事，酱油，你很强力。还有贵族也不错啊，那贵族也可以啊。这就要ban掉酱油，你矿工跟套金都被ban了。为什么？边角了，边角强制你换角色文。现在是那个尽量去打免洗也可以开心玩。你要游戏反正输了怪波波，赢了称赞你，有没有？那好。完了，波波又弹起来了。我弹起来，又是弹起来。哇，好惨！所有伤害都是你承受哎、欸。那个酱油贵族也不错啊，也是站在旁边、啊、好了，我站在旁边就好了。会有抗性哦，站在人的旁边。站在旁边的是那个结界师，对不对，迪叔？啊，对。还要跳舞嘛，对不对？对。那结界师跟贵族一起站在一起。可以，可以，可以。嗯，你们可以一起跳舞。你可以双人尬舞。尬起来。尬的。Sega， Sega， 是吗 ？SAGA 不是 Sega， 对，好久没有游侠了，游侠，游嘞游，游嘞游，游嘞游嘞游嘞游，游嘞游，游游游，那个喷装都是五十哦，好，好，好。所以他是第五本书那样是对的吗？就是你开了两个会，不对，一个而已。对，好好好。矿物喷完之后，就道具会随机消失，还是你要改成那个啊？喷出来这样子，改这样。好，可以。喷出这样子才可以捡那个道具。喷出来，波波会很开心。噗噗。问号，我已经有手套了。告告告，这个一定告。等下喷出跟手套什么意思？嗯，等一下再讲，等一下再跟你讲。私下那个波波会好好教育你的。哦，我天啊！其实就是你跟我讲的，我大说来杰克来这个小房间，我教你。哎呦，教你如何使用手套。怕？好，不用了，谢谢。啊，我们还有人还在睡，还在睡、啊，还在睡啊，苦睡啊，还敢睡啊？睡，睡。那我要把床拿出来睡觉。那等你重生，你又寄上来这边，跟你讲，你下不去。下不去。阿基救命，我下不去。阿基出事了，阿基。职业都选择好了没？阿基出事了。那、啊、这个人怎么晚来的就不等啦、啊？我们就来喽。好。好。橡皮擦哎、欸，走起。好难过。我刚把音乐关掉，难怪都没声音。技能是 Q 出去吗？Q 什么技能？你是有人要打哈欠？技能输？你是不是在吃东西哦？技能是右键，怎么听不出来？
妈妈，嗯，妈妈，哎，木头在右边，木头打掉就没了，白痴哦，是另一边啊，另一边木头的右边，真的木头，大家走啊，路米走，大家走，很大的树，很大的树。大树，我一个人在这里，在商店旁边，商店旁边。哦，这栋大树哦 ，seven 那个旁边是不是？路米头都走路，这个冲啊！这个药也是全。李叔，李叔，帮我挖个青金石，快点！我怎么连马跑那么快？我也想要挖个青金石。你怎么还在这里？啊，青金石给我。马太废了，要弃马了。弃马而跑。弃马，弃马。我开场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挖木头。罗米在哪？我在外面打马撞人。挖吗？我想挖。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挖一下西瓜，静一下，冷静一下。哎，迪叔，你可以挖兔子，知道？你要送别人西瓜是不是？不是啦，他拿起来就会出大事啊！不能啊，我们全部都会死啊！犯规啊！哦。刚睡醒。没有，我以为。就你拿会没事情而已啊！不不不不不，他拿是大家一起出事。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不要啦！放下你的手！我的天哪！好了，没事没事，不要冲动不要冲动。你到底收了哈基多少钱？我没有收。贿赂贿赂，这我真的不知道。很可怕的哦。可以，不要让哈基想不开，真的。我想得很开啊，多开，想太开了，太开了，太开了，没有头开，会被碾鱼，会被那么开，碾鱼。你知道 VR 眼镜那个眼睛焦距，我是调最远的那个，你知道吗？看得很开，没有远。哎，这边没有工作台，我来放一个。有啊，这边有。啊，你迟到了，迟到有救吗？啊，谁的马啦？停在这里。biu biu 的，哎，迪叔，你该换挖地图了吧？好，迪叔可以给我三块铁吗？阿进，来，哎，等下，有救吗？迟到的，没救，没救，好，迟到没救，拜。你来，过来，你过来，我这边有很多铁，然后就说好不好？这速度要看。啊？你在哪 biu biu？ 哎，我在这边，我在监督。我的马死了。因为他害我不小心点到，活该！这叫你马要乱放，这是陷阱战。哎，这个铁其实不用挖啦，旁边很多那个啊，铁柱啊，挖柱子啊，对耶。我这边就已经两组铁了。等下这工程这样好吗？中间是空的。哎，铁渣工程有魔法的力量。嗯，我们这是麦块世界。它看起来很现代风格，其实也是有点未来。有人有看到？有人看到我家的妈妈吗？应该死了。妈妈应该死，应该死了。超过分，应该死了。你输嘞！我去挖木头。你跟我讲，我有木头啊。啊，这样子好，他不应该死，他已经死了。有，我们有啊，我们有啊。你要什么？欧伯的命是不是？好，我去拿一下。好好。他谁的马？波波你的，砍就对了。好，砍就对了。加油，我哭了。哇！其实我到处放啊，不是我，那不是我杀的。我等下就在这个旁边放一匹马。人不是你杀，但马没问题啊。真的，马是你杀的。你说，好好好，你回来。很烦，很烦，很烦啊！哇，他燃烧了。哇！好麻烦，有坏人了，家里有人了，有坏人了，有坏人了。我还有多铁装哦！有人在弄我，臭贵族哎！哇，血怎么那么多啊？二十八滴耶！二十八滴，他是我氪金啊！他国王啊！对啊，氪金啊！附近有贵族，贵族哦，他吼过了啦！有人，他刚刚先打贵族啊！有啊，刚刚哦，那是隐月，我想说怎么有一个这么不像是我们队友的人，他怎么可以这么的坦啊？喂。他用那个矿工，他当拿矿工来打架啊，好烫！哦，矿工真的有时候其实打架也蛮强的。对，你说搞那场是被围就赶快用无敌哦。哎，烫，手疼疼。哎，怎么了？这样？我把这个符贴出去，还捡回来啊？你刚刚问我就说要借，你又不听。啊，我一紧张就贴出去了。
你如果不听，又何必问我？复杂，复杂，嗨，就咬一口。酱油，你怎么冲出去了？告告，可以告完蛋了，完了，然后我觉得很违哦。那你是吃到波波的口水？我操，他静怡怎么可以偷吃我口水？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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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告互告，我不很喜欢。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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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有人燃烧？有了，怎样？卢米在哪？燃烧，你又喜欢了？我在里面。你在里面？你骑着马在里面吗？在家里，在家里。没有啊，我在家里面挖挖挖金矿。吃的，吃的，我给你们，我不能吃。Yeah. 有人进来了，有人在我们家。声音？哎，刚刚是什么声音？马叫声，马叫声，马死掉的声音吧？真的马哎、欸！哦，是马！哇，你家有养马哎、欸！我卢米，我的马，你自己召唤马，你输，不要跟我抢这一个金矿好不好？好，我帮你召唤了。哎、欸，不要我强化你的马？问号。完蛋了，天选之马，你还有一只马，真的天选之马，天选之马，难过难过。你不用想不开啊，你这一辈子都会强化他的马。对，我等下那只马没死掉之前都只会那一只。我等下去买炸弹马炸死。那你可以砍他就好了，不用那么累。你可以把马骑走就好了。哎、欸，迪叔你是矿工还是淘金？好吧，这个在干嘛、啊？迪叔你是矿工还是淘金？我掏金，你要一个铁吗？你也太衰了吧，都没有吸到绿宝石。再好这个箱子，这个箱子，是假的。不要我的马，不要我的马，真的。你竟然不讲武德哎、欸！怎样？是你送我的马吗？这个红红的，有有有，他一下被我打掉了。小雨，我黑黑看不到、哦。好，没事。啊，换你黑黑看不到。但是挖的经验实在太多了，香。挖木头，挖木头。呀，露米在干什么？我在打扰迪斯挖金。你这样是也是打扰到我。哎、欸，走你那个铜盾上又开始了。小心！没事没事没事，我等下就放一匹马在正中央。我的马！哦，它是燃烧的，它燃烧，它很烧。哦，马修克，他是80的马。不要打我马，他好不容易从露米手中活下来。啊、好好说话、啊。这个怎么了、啊、？No No No！ 这是矿工啊！对啊，牛牛牛！底叔，你几等？我23，我24等。哇，好棒哦！好棒啊！哇，好棒啊！底叔，我跟你讲，底叔，你把绿宝石通通换成经验品，就比他高了。小雨，你再这样子，我就要叫他记喽。没有，他去咬你口了。加油！二三加油！我们来咬后面那个人。没有，没事没事。哎、欸，你们俩怎么血那么少啊？他自己不想被咬，不想被咬，不想被咬。好痛！没有，我想要咬人。宝宝来给我咬，宝宝。啊，你来咬，快点快点！你在哪？他不在这，他不在，他在外面，他在外面，他在外面。嗯。可以帮我挖点铁吗？谢谢。我这里有，这里有。我没有一组，没有一组，他自己这里。这箱子，这箱子。等下，露米离我远一点，我要召唤妈妈。你要帮我？不是啊，你不是要帮我？阿桃，升级他吗？没有，并没有。啊！哇，您的死亡身上十个东西喷出来，还好啦，完了，才十个，完了，我来了，我来了，看不到了。我搬了15个物品，什么鬼？还15个，还好吧？可以20个再说。哎、欸，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有坏人，有坏人！我只有18个啊，我搬了15个。哎、欸，我捡到一个盾牌，好削哦！我、哦、才一个铁，好开心哦！他们两个被我吃了，他们两个被我吃了。不吃了，不吃了。吃好吃。卢米，同队刚刚开始。二来，好，我来炒迪叔，来炒迪叔，来炒我。你看，就只有你对我最好的。哈哈，我们都不是，都不好啊，好，我们都不好啊，不好了，不好。哦，你跟同队说我很心甜啊。我们上来了，金晶石。Yeah， 这个重生点有点神秘。对。我有直接在我们家钉起来了。核心在哪里啊？啊，
在这里，在这里被敲了那个。嗯，有。哎、欸，外面有人哦、喔，外面有人，外面有人。Lumi， 那外面那个人来找你的。哦，你是骗人家钱？会他？他人呢、欸？我没看到他人啊。他在下面呢、欸。他刚爬窗，他刚想爬窗口进来。爬窗口进来。那、嗯啊。他坐捷运回家了。我要坐捷，哎、欸，对，我应该去捷运玩的。漏水好了。不要让他漏水。嗯。人家好好的捷运，干嘛让他漏水？啊，什么时候他？你码太宽了啦！我想要走那边，你还想要带宠物进去捷运站呢、啊？捷运站不能带宠物，我这是身障障碍者，我需要更宽的道。那你怎么不是带狗，是带马？对啊，哎，好，谢谢。他们是导盲马。等一下，请你们这个。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谁组的。然后走去另一边，去另一边，去另一边。小孩有的挖吗？没的。身心障碍者，这是我的轮椅呀、啊。哎、欸，好像还可以再一下。他们被我打下去了。哇，那个能过去吗？哇，还有，可以，还有。谢谢，这个人真好，这给你。哎、欸，我纯粹只是有人挖了我们核心，我追就追到他们核心去了。然后就开始挖了。对。他可能跟你讲说：“哎、欸，挖一下，演一下。Yeah. ”杰克，你有没有多的狗狗？有啊，这个好久啊。因为你知道，你这里走过去，哎，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呀、yeah. ，给你看一个东西呀， yeah. 是怎样？我真的蛮好快哦，开心哦。我把它敲死好不好？不要。你疯了吗？哦、这游戏疯了吧？他拆掉我的路了。怎样啦？废哦。哇，一抽就大奖。哦，那是矿工。哇！一抽就打。我黑。反星还没有三十。我黑。没有啊，因为我只挖两个矿而已啊。哦、不过你在跟他们打架。啊！哎、欸，我捡到一个。哎、欸，那我他们是从这里下来。我捡到一个风雕的卷。因为这上去就是核心了。那我走他们的正规道路，你懂我意思？你说你多少绿宝石了？哎、欸，他们这边没有友善道路。一组14颗。哇哦！小一组在那边。可以直接走上来啊！哎、欸，旁边就可以走上来了。我等下晚上帮你去改教啊！哎、欸，把他打下去！就咬一口、哦，我来了！我忘记后面的，哎、欸，来了！他打一下就走，哎呦，啊！他们有点坏哦。等下叫什么？有人来是不是？来了，很多人。骑到我的马！拆书柜！哎、啊，没了。就你穿了、啊，小英没有，我死了。李叔，你还没有那个、欸、全套铁装哎。对，我要去穿衣服。你有喷什么东西吗？后面那边铁那边很多、哦。啊，迪叔，我搭捷运走了，我坐到不爱坐，我抢到不爱坐了。对啊，我们书柜被拆了。我把财产都放进去了。好，小雨，我们再来吧。好。哎、欸，这底下一个人啊！来了！我看到了！我捷运两分钟。这个人都不用暴击，好强啊！这边已经在准备神装了，不要把我打！哎呀，把他挖下来，有挖下来了啊！完蛋了！哦不，他上去了，拿黄金，来这里这个箱子，你吃到我了！哎、欸，你这个东西放身上，他们都知道了，知道我了，我要再去对面的家了。走啊，宝宝，我带你走。我在你后面。好的。哎、欸，怎么没有衣服？我给你，我身上很多。嗯，啊，你好像刚刚是你穿的。哦，有可能。我现在是等了。好的。勇气有。哎、欸，外面有人。这边有一个，外面有人哦。他进去穿衣服哦。然后、哦、我捷运直接撞他，好，你是开捷运的、哦。开捷运撞他，撞他是怎样、啊？你有看到吗？他骑芝麻直接撞人的。我走框看不见了。他没有停看厅呢、啊，被拿走了吗？这边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小偷，你看被拿走了吧？有，有可能有小偷啊！你矿物都被拿走了、哦？没有，我都拿了，我在身上。哦、白痴哦！在你身上、哦，我刚才讲说矿怕被偷，所以我要缓缓哦。他们没有把那个爱心服务铃停 啊！你怎么？不是，小雨表示他快点，你不是缓缓吗？我来了！有！打到哪？我想去换职业。哎、欸，不是，他们都在打我的马，等我一下哦，小雨，小心。太多人，退！啊，对，好的，拜拜。哎、欸，嘉丽，走，嘉丽，嘉丽，走，嘉丽，走，嘉丽，你顺便回去，不要。
捷运到了，后门，捷运在开了，捷运在开了，快点，家里，有没有？我打不开，捷运怎么还没到啊？你这不是捷运啊？我没有坐到不外坐啊，我在火车啊，超慢难误点了，哎，立马被卡爆了，嗯，怎样啦？怎样啦？就这个，到底是干嘛、啊？这个人，干嘛？你又把人家的马看死是不是、啊、不是我的马是抢走了龙敏你去召唤你的马你不要你去上面召唤吗我起来比较停、那個、不下来了这个看一下那个什么哦海林晶体好了那个不行這裡我好想要变得可以这里可以不用不用不用往前在干嘛我觉得我们变慢了咦你们在哪呀？你看他把我们的马打成这样，烧成这样子，所以我直接下马啦，弃马。哎、欸，有掉东西，冲那么快啊！来了，对，爆冲吧！哎、欸，家里，来了来了来了，军到军到，是我，小 K 来了，捷运呢？捷运被塞住了，等一下。好好吃，你总吃到我啦！你用走你帮我按。你出来了吗？跑跑！你被打下去了。迪叔，我需要。阿基拯救了我们。铁拯救有吗？他吃了我哎、欸！等一下，有人来了，没他，没他。等我。怎么了？迪叔怎么了？有人来了。有，我看到迪叔，挖掘加速快来了。哇，你有看到，但是你没有动。有。什么食物？打了一下。我来了，完了，又一个来了，他挖树棍，他要挖树棍，杀了他！通气力，通气，啊，我就要毕业了，哦，我有食物了，哈气就给你了，我没有盾，等一下，巧克力就给你，其实我被卡在里面，有人，哎，你可以去换职业了，杰克，有一组多，有木头吗？那个迪叔给一点，我绕背，哎呀，哈基怎么死了？去换书柜，来不及绕背，哈基还在啊。绿宝迪叔 ，Hello，我给你了，哈基还在，一阵混乱，我还在呀，我没死啊，我已经死了，还在，哦，迪叔你，哦，你要不要再跟我讲哦？你还想打我？我队友来了，冲啊，加油，杀了他！他猜一下，好他四季高昂了。他们现在捷运有那个稽查员，有放警察出来了，有放警察，有在安检了，是不是？安检呐、啊，他现在发现有人，发现有人开始骑马上捷运了吗？对呀、啊，好羞。哎呦，我们家也有稽查员啊，他一直在巡逻哎、欸。他一直在巡逻，他还抓谁在捷运上面偷吃东西。我有一口，满了。不见了，那个酱油在旁边吃很多口。哎、欸，完蛋了啦！他现在我吃了什么？好，拿脏的。哦，吃了都不知道。哦，抓到家里，家里啊，我们家里哦。哦，你跑去其他地方吃一口了。人呢、啊，宝宝？哦，来了来了，家里，然后捷运，我在家里，我在家里没事。附魔台不见了，附魔台不见了，这就没办法。他拿副手，他无敌，他开无敌。有捷运拦截掉了，他捷运去他们家了。哎，捷运下面有一个，打他，要不要打？行不行，波波？追不到他。哦，你行不行？有，大运有了，杀到了，还敢不买票啊？那是买，如果不买票是三倍的价格哦。走，稽查员，我们稽查到他们家去。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忘记买票就上车了，罚了三倍的钱。哎呀，怎么说会？那为什么你不买票就可以上车？对啊，你怎么进去的？你怎么进去的？你是不是偷偷的？我刚走的，哎，但这样对吗？哎。他们这个没有不爱那个爱心栅栏，没有爱心栅栏。哎，看到哎，我的妈！所以现在没书柜了吗？没有，我拦截他。蛋糕大赛，蛋糕，哎，巧克力等我一下哦。天之归零，
等，冠军来了还等？蛋糕。耶！吃有没有黄金？蛋糕，快！蛋糕，快快快快！那搞一个吃一口，我让你们饿，快点，我让你们饿呀！对你赶快让蛋糕。对你好猛啊！没有蛋糕，打不动。哦，商店没人，算了，我们完了，完了，我要死！你不要死！死！我骑到你马了，烂马，臭马！我那是强了，来了，快吃快吃！真的很饿，我拿到一个小马被打死了，他用了什么东西？没办法吃，他是矿工吧？我已经用过了，应该是吧。哎，有人往我们家核心跑了。矿，一直矿工，一直矿工。底下吗？可是我没见哎。对，在底下。可以可以，不要怕。你用手，你用手拍拍他肩膀。你用手拍他，吓死他，整死他。不要让过关，不要让过关。还想过来？过不了关了。没戴口罩，他没戴口罩，他没戴口罩。隔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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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他可以无敌这么久啊？矿工啊。矿工那个武力好久，贵族吗？这种蛮久的，是吗？哎，刚他没戴口罩啊！哎，死了吧？嗯，婆婆等你啊，回来啦！好，来啦，来啦，来啦！我这边，我的马嘞，狂杀特杀！嗯，你马死了吧？我摸他，你马死啊，当然死。我没马了，那露米召唤一只马给我，快点。有父母还在这边自己认领。啊，这里不是有一只马吗？卡在这里啊，没有人要它。哇、哦，好多好多好多！哪里人哦？这里那里上线这里上线。大陆下面下面没人呐、啊。机场有人。酱油讲绿宝绿宝绿宝。在那个商店前面，商店前面有一只马。哦，卢米这只马哇哇，他被凋零大量骑马哎，笑死。我拿到 P 王了、欸，天哪！别去骚扰了，别去骚扰了。不玩。我中路突破，中路突破。是他不能攻击耶，没。对。可是他可以放屁啊！你可以臭死他、啊。他是骚扰的啊。好，那我去玩。你还可以那个五个灵魂碎片有没有？嗯。弄加速放屁。哦。可以。30秒一屁。都是哈基教我的，我平常不太会玩。哇，好不好？没有，这个直接从巧克力那边研究出来的。哦，太棒了。美食屁王，杰克，你转几次这种屁王？我转一次而已。好夸张哦！你看你还是新一代的屁王，就是你啊。没有，你也是蛮，你也是蛮蛮屁的。好惨啊！我被掉一次。打架打架打架！玩 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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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起来玩起来！他们追不到我，我好开心啊！好烫！哦，你还可以那个啊，赌一下啊！哦，我后面看到一匹蓝蓝的马，拿翘刺，拿翘刺，拿三叉戟，三叉戟你就可以救人了。那匹蓝蓝的马是你的马？啊！我从来没有让他长大过，他怎么长大了？没有，就是你原本的马，我帮你升级了，进化。哦，有没有牛排？红生成，中间。哎，快挖快挖！生成，中间。你输中间，你输来中间，你输来中间。好，好，来了来了，跑起来中路，快快快快快！你输上，你会挖到很多钻石哦。怎么那么玩？哦，挖到钻石，挖到钻石。哇哇哇！迪叔快，迪叔你快，我们 carry 快快快，我替你们喽。他们全部都我在这里了。迪叔快，快不要不要怕，他们受不了，他们受不了，他们受不了。耳机，耳机，我全都出来了。我宝宝，家里不是顾着吗？我等一下啦，我没食物啊。稽查员很饿啊，肚子很饿。放的弓箭，哎。嗯，我觉得我应该转职一下。我那个箱子那边好一本，箱子那边好一本，尽量转，尽量转。哦，他们都一直拆我们书柜嘛，我在拆他们的。哈哈哈哈哈！牛排，互相拆啊！哎，又来了，家里家里。哦，有保护哦，谢谢。有人丢手榴弹炸我书柜啦！我不能打他、啊，我打我打，哎，我杀了我杀了，放屁吧屁死我们自己了。哎、欸，我现在发现我走错边，酱油，太难了，这不是我们家，我们家在对面啊。你们不认识谁家啊？他们疯狂喝那个饮料水，
他们自己哦，要发光啊！不对，我的屁死了，等下。可以的，东西太多了，拿不起来。杰克，我以为是来救我的。不是啊，你怎么觉得我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觉得我？你有这么串想？捡到谁的东西啊？想要丰收绿宝石？哎，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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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帮帮露米捡骨啊！捡到了，捡到了，我的遗物，我的遗物，你不是孤单的。然后就给回家了。都给你，都给你。还有掉更多吗？哇，好多好多，好棒！我想说，哇塞，咋回事啊？死一下，突然间多的黄金吗？有多的黄金吗？有，箱子也有，箱子有，箱子有。我去跑起来了。这是战利品箱。哦！快跑，快跑！不要，不要，对哦，马上都可以搭捷运走，马上搭捷运走。好。啊，小英怎么看得到我？你在哪？我看到你亮晶晶啊！晶晶，哦，原来你在那边哦，隐形哦，隐形了，是不是？我们家了，我们家，我们家，彪彪，晶晶，我在他们家，我在他们家，我在他们家，家里没人，家里没人抱，没人抱了，家里没人顾啊啊，两个人哦，加油，加油，手枪的加油，啊！后面手差点就可以搭捷运走了，说有人在挖我们书柜是不是啊？哎哎，主要是怎么他会喷钟啊？有啊，还是会喷的。哎，看那有人要进攻吗？有没有？好像钟已经进攻在这里了。我去劈了，我去劈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劈了，再见。好好好，赶快跑！全新的8.6的攻优势啊！全新8.6，我看到有人被你劈的 QQ， 拜拜。嗯，战利品箱在哪里啊？我还是我有骨头在哎。哎，问一下，可以，可不可以发光啊？可以啊。哦，好好好，没有问一下，想说有用特别的，没有。好，还是可发光。好 ，Nothing special， 绝对没有用啊。酷啊，喷光了。我突然惊觉铲子是随机的，对啊，本来就是随机啊，是啊，这都是随机啊。那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万一还可以可以选是不是？记得可以选就不会那么多屁王了。记得了，所以看到大家，他们家也太多人了吧？超多哎，什么？完了完了，像你们搭捷运去打人家，这东西又刷满了。哦，羽毛，快走开，快走开，快离开家！我要藏在捷运这里，第三方哦，带有宝物哦，哎呦，刚刚没败哦，还有，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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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有人，加油，加油，没事没事，你也加油，你也加油，他们太多了，在家附近呢，哇，家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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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掉，处理掉，我怎么看到一个隐形粒子啊？家里有隐形粒子哦，我啦。白痴哦，都发光了，你要隐形什么啦？把我们书柜给炸了！又来炸书柜，太过分了吧？就有看得到哦，还在那边。你们有多的结晶吗？哦，我有，我有，我有，加里，我在矿场，上啊上啊！你有看到一个骨头？有，我看到了，给你一个。哇，那边爆炸了！验呐，绝对没有用。我也是要隔离魂碎片，刚刚谁说要的？我要，我要，我要。我在鞋子和核心这里。我看到有一个来打我，然后他要回去被队友给关起来。后面，后面，你后面，我要。你有碎片吗？我没有碎片，我跳了，跳跳跳。我想说骑兵应该蛮强的。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拿碎片。好，感谢。对，是我衣服也蛮烂的。是哦。迪叔叔去玩啊！哎，不要刀子。啊？去玩啊！哎呦，去杀鸡！敢！敢一下啦！不要害怕。啊，那我们家的钱怎么办？给我啊！给我啊！给我。钱够多了。我放这个箱子。可以带着家产出去。我现在不要也来转一下。太多了吧？那样。可以啊。我怕强化的东西，也可以当屁王、啊。
我要去屁人了，再见。屁屁屁屁，哎、欸欸，这边好多人哦，我要去了。今天喷泉，今天超多人的啦。我过去，你们先离开，你们先离开，你们先离开。阿七，他不蹲。你们先离开，你们先离开。干嘛？哎、欸，爆通石。自己人的，自己人的，器械。怎么了？怎么？我看杰克冲进人家家里面核心旁边，然后屁完，然后就跑走了。有屁耶！你还是造人吗？造屁耶！天哪！哎、欸，你要屁之前先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可以先拉一下。哦，你们家是他们家是龙子，可以可以去挖，可以去挖。哦。这屁友是本身就隐形吗？没有啊，没有刚不是有事件吗？刚事件，刚的事件。可是我现在还是隐形哎、欸，你有受伤吗？你没有受伤吗？你没有死啊？我屁，挖到一屁啊！好，我现行了，只要都还持续了就没事。呀，你又不用把他的门窗户打破，你可以直接冲出来了。我要回去买古柏了。贵族的剑真的是很骚呢、欸，很骚！你不是蓝骚了吗？哎，走开，走开，走开！他蓝骚呀！哇，你要从旁边？很骚呢！哎，阿玛，哎，这陷阱啊！照理来，我应该也是要冲出去的，可是我现在一直龟在核心旁边等人。你为什么要龟？你冲啊！不要害怕！那我要走了。没有，他不龟也会被挖。你打错人了，我们一起上。有，迪叔加油！哎，这个东西疯狂在哪？妈呀！有他破盾，他破盾。嗯 ，OK。哦，我都围到你的头诶，白痴哦。没错、啊。哦，前后夹攻是不是？哦，耐久一的符。嗨，你好。你先，你先，你先。还是你要先跑？哎、欸，你们一个吃，然后一个去凋零。叫我小心。加油，走走走右边啊！右边很孤单啊！叮叮叮叮叮！我声音低，我声音低，进去！放屁！哦，谢谢。我右边也一直在打，我看他们在打你们。没有，他是在找屁吗？他贿赂我。他的衣服挺可爱的。他们重生点在这里，好可怕哦！附魔党重生有跳，就有一口，谢谢。不是啊，刚刚太远了，很难走哦。又死了，又死了！哎呦，我再挖一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他是抽奖哎，他是抽奖仔。我来捡，叫叫叫叫，喷泉，有经验喷泉，他们怎么壁咚哎、欸？他们，哎、欸，没武器啊！哎、欸，经验喷泉没人吸耶、欸，去吸呀、啊！他们都在守家，那边各种屠戮，我都在他们的天花板，我都在他们的天花板放屁。你们不要都只会打贵族啊，去打他们啊！打我干啥、啊？贵族就要优先被打、啊。对啊、会有那个哎、欸，攻击高昂哎、欸，会有抗性哎、欸，你后面很危险这样。他们家死了好多人、喔，哇哇哦，我靠扯，嗨，阿七，哎，你好，哎、欸，宝宝怎么了？中毒？宝宝怎么了？没有，我只是担心你。谢谢谢谢。哇！叮叮当，叮叮当，叮！哦，大飞今天的，大飞今天的节日，酱油女又来了，酱油，酱油打电话，在我这里，我这里来，我这。啊，你们来？我现在放，我现在放屁是不是太好？这里安全，这里安全，有没有？这里路很安全。啥都看不到。酱油，你吃一下，你吃，你闭上嘴啦！你还酱油死了。哇哇哇！家里，我没有啊！你走下去了，好难受，我被打下来了。哇，你这个屁不分敌我，不分敌我，死了。家里都有解决吗？有啊，有是是。哎呦，那你就修了，要修我。阿总，怎么换位置？啊，就那边都没人用手没。阿七，旁边还有人。有，我看到，我看到，那是 Bobo 的问题，是不是？我也在让你背。我来放屁了，迷路了。
我来放屁了，我看到谁就屁谁，太可怕了。嗯，打不到啊！人在哪里？小雨东西是都喷了。哎、欸，我捡到一个金稿、欸，哎、啊，效率耶耶，效率几啊？效率没有没有，就一般。哎、欸，有效率的、哦，那是他们的。小雨，你要装吗 ？Hello， 我来吃饭了。Hello， 我要金稿。还有金稿，还有这个没有、欸，我要无敌，要无敌，给你一个，痛痛无敌吧，打我也不痛。谁的？不要，这是要给小雨的。欸、给我，繁星给的。痛了，痛了，痛了。繁星给的。我可以去挖挖了。无敌了，他用那个。我想有没有想把他打出去外面。我是效率三的铁稿哎、欸。又来一个、哦，右边绕右边，绕右边。小雨右边。又还无敌。右边。无敌这么久。哪里？卢米，这人跑回去了，他跑回去了。嗯。往中间跑了，跑进去里面了。哎，来啊，来啊，来啊！跑啊两个，哎，我来臭气熏天了。第三方，哦，要臭要臭了，臭气熏天了。我看，那种中间怎么他是骷髅是骷髅行吗？你可以先 P 啊，先 P， 好，我先 P， 你先 P， 你先 P 啊。哎，我前线的宝箱都被我开光了。啊，不知道有没有读到啊？没读啊，可恶！我先把马提。我在路上，我在路上，我在路上。你的路好远 哦，好远哦！哎、欸，我都比你早到哎、欸，你好。啊，我在马路上啊，你是我在商店里面。我的天，你要不要看我记录档？你慢还要怪别人哦。哦。柠檬汤。嗯。有个人在我们家。偷东西啊！嗨嗨，我在这，嗨，打我啊！嗨，慢走走路。还有就是人，因为我在吸引注意，哈哈，小雨在挖。对，没事，我要死了，我要死。没事没事，我没事，帮你挖了。好，注意啊，再加加血。有。上下气了，下气了。为什么你不会下气了？下没用啊。加血。下气了，你下气了，还是无敌是不是？看起来很开心的杰克。我还好啊，就是进去屁完就走了。他拿到他的职业了。耶，我可以来屁了，耶！哎，我踩到这个屁了，第四番了，也吃饭了，其实你也屁到我了，你都太近了，一堆负面效果。哎，都是自己队友的。对啊，我看到小雨在砍 Biu Biu， 哇，很迷惑啊。加油！为什么？别开了！哦，我啥都看不到。救命！喂，需要我放屁要说哦。喷光，直接喷光光！哎呦，好可怕！我来逼了，你们退。好，退退退，退退退！你在家里面吗？好可怕！有阿 P 阿 P 阿 P 了。啊！你们可以冲了，他们在流血了。然后他们喷的，他们。有这个角度可以帮我们射，我这叫这个奶可以哦，奶。我觉得这句话被告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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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了，这该提告了。又来了又来了，家里吃饭了吃饭吃饭。家里这边家里很多人吗？我可以屁吗？可以啊可以啊。好了，巧克力，巧克力在挖，打一打，想说挖一下。跟他们说我在这。叮叮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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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咚咚。哎，小雨，小雨，小雨，我也要挖。没有，我要挖，我要去挖，挖挖挖挖挖挖。放屁了！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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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屁了！手拿着剑指在屁了，没屁了！哎呦！救命！要死了，要死了！啊！我活下来了，活下来了，可以继续挖了。啊，活下来了，活下来了！我回来了，回来了！啊，他在哭啊！先吃起来。没有带吃的，我就只能一直挖。叮叮当，叮叮当，你出来了！啊！大……哎，我的稿子挖爆了！不要了，没有稿子，没有稿子。啊！我有120秒搞，没有搞，没有搞。啊！小雨之前好可口哦，救命！可以去比一下，
来吃饭！哎、欸，屁股！哎、欸，白痴哦、喔！不想吃饭呢、啊，吃饱了、啊。我从他们家跑到我们家，啊，小意思啊！我完了，我要重生60秒。你才60秒，我120秒嘞，不够认真。顶着我没办法，我都金搞挖爆了。不敢死了。赎罪时间。回家赎罪，刚过了。我现在可以在上面赎罪啊，加速一下。其实你可以去另一边嘛。我可以去另一边啊，哎，嘉丽。啊！哎，哎呀，他死！哎，屁股好疼！哎呦，这边有生，这边有生，我放生了。这边传送回来。嗯，跑太远。你好啊。哎，要送他屁股。啊嘟啪嘟嘟。我全部都是中毒键。啊，好满啊！叮叮当，叮叮当，又太亮了。叮叮当，叮叮当，叮当。哇！我要这样子哦。我在。哦，吓怕你哦。对呀，安内。好，这谁的嘛？我现在不在前面了，我现在不在前面了。彪彪啊！看着大家来，看着大家走。对面是应该都放弃了。为什么我们320多血啊？因为我们刚打的痛。喂喂，哎呦！落地掉了，你让他下去了。我放生。哎、欸，啊，有一个下去了、欸，听起来怪怪的，你放生。刚怎么有人揍我？有隐形的吧？有保护你，有保护你。OK 了。有没有黄金？没有黄金，怎么都没有黄金？花修我的金镐。黄金你要家里。跟迪叔要，我这边。迪叔的地带。家里。家。箱子里。我正在射，他们都还无敌。他刚下面有掉东西的，迪叔，我下去捡。啊，酱油吼一下，酱油放一下技能。我要到了。放技能。你直接放。他有点远。我有点远。放啊，酱油。哎、欸，不是可以直接吼啊？我以为可以、欸。技能不全场吗？不行啊，我要十格内。哦，后来我改掉。你有那么远吗？贵族吗？我现在才知道。我也是。贵族啊，家里，我来了。你怎么挖这么慢啊？我脚也被打痛，我的天哪！我都被打那么痛，我都赌一个，他都挖了一下。怎么有屁？怎么有屁？你的马？杰克的屁啦！啊，经过啦，经过。他讲啊，经过就放屁耶、欸！我没有，我没打他，全身都空的。家里有敌人，他本该死的，臭马。还无敌？哎，这没无敌了。他从上面挖下来的啊，啊白痴哦、喔。哎、欸，上面有人呐、啊。啊，巫师，你在？我上去找他，點點我上去找他。我老飘。我这边挖一下，帮你。没，还有两分钟之内不会结束的。挖到手软了。啊，我从哪捡起的？墙壁后面。啊！有没有一个铁？这个，贵族厉害哦！死喽！啊！死了！我喷了好东西哦！哎，没有板子。因为我捡。前面有一个残血的。没事，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上面待到关台了。哎，还有那个。哇，我们这边都还有很多那个。哎，这不是，这是假的。没有，哇，疯狂爆人的。这边啊，这边不是有五个，这边还有五个。这里面。哦，这样箱子里面啊，他们家没人守、欸， yeah, 好可靠、哦，好，家里没人守。哎呀，我要死了，救命啊！哇，要结束了、啊嗯哎，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继续挖，哦，加油，向上，尽量挖，我离开了，哦，这个我也想不到。我们家外面有人，只靠一件裤子，他变成在捡星星的人了。啊！嘎嘎嘎嘎嘎嘎！我在水里放屁哦。
哈哈哈哈哈！哎，等下，谁丢我？我心要水，白痴哦！没有啦，是那个啦，负面效果。哦，哎，哦，真的呢，我刚没看到。手枪。哦，好天啊，好晕哦！十点啦，十点啦，十点啦！我们还在上面呢，你也太裸了吧？对啊，你也太裸了吧？哦，我好晕哦，我不行了。我转成啥？我看一下。他中了，他中了。我没有走者。我下去了，我下去了。我挖超慢的，为什么挖绝皮了？我正在加了他们的那个吧。为什么我有挖绝皮了？刚刚那个任务啊，负面效果，负面效果，任务缓速回啊，我发光，没办法。药水在家里，药水在家里。看一下这个箱子有很多装备。可以。杀六个人，杀六个人，再杀。有啊，斧头。我要看到血流成河，我朋友王，血流成河，血流成河，来了来了，血流成河，我来防兵，快防兵，不要兵，哎，屁的我了，屁的有屁的他，血流成河，有屁死啦，贵族牺牲很少啊，哎，我杀一个，我杀一个，我杀一个，三 D， 什么？他什么？加油！我真的挖好快啊！加油！我可以挖核心吗？我可以挖核心吗？挖挖挖挖！耶！看一下！哎呀！111次！哇！哇塞！天天太会挖了吧？我的是效率四啊！好扯哦！好扯！好夸张哦！夸张！太夸张了！波波哇，波波也三十二哦，好会杀哦，抓到三十二个逃逃税，抓的这还蛮强。我要抓人家逃票，抓到三十二个人，这样有一有八杀呢。这样我很凶，那家杀家里的，可是贵族的血好少，真的少啊，好倒霉都没有他们衰啊。还好我杀了谁，你们都不知道。你杀了自己的刀，被你配三次，不留痕迹，不留痕迹，太好了。总喷二十三滴，迪叔狂挖，同时挖超多，都靠迪叔来努力了。哎，居然没有人赌，哇，大家很乖，哇，大家很乖，居然没人赌。你看我有你会赌哎，没有赌啊，我就一直在前面的 rap 了。有屁王再配上赌很爽哎，赌那个翘齿，是啦，可以赌那个翘齿。好了，休息啦，休息啦，休息啦。F5，好啦，感谢今晚收看，叫什么？圣诞快乐，祝大家圣诞快乐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今天见面二就到这啦。明天开台应该也是高几率画图台吧，不然就是下午可能会开台。欸，因为下午。因为那个上次说的委托那个他今天又回复我了，隔了一个礼拜耶，天啊，应该也很忙啦。好啦，就这样啦，明天高几率画图台，可能是下午也可能是晚上，至少明天确定会开台吧。好，就这样，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下次见啦，拜拜，圣诞快乐哦。三快乐，还有感谢今天超级留言跟抖内的感谢，哎，一样东西，感谢。